一个人。不要动手啊，有事好商量。我去你娘的，你以为我打不过你吗？你那个，你上医院看过没？你指定是有点毛病。好不容易三点四方前，躺在哪里都觉得危险。从那个厨房到卫生间，一天一天要换好几遍。辛辛苦苦No. 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。哎，今天你就见到了。哎呦我的妈！